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52页，352页倒数第五行，从世尊这儿看起啊。世尊指释迦牟尼佛，净隐疏月，佛具众德，为世尊重，故号世尊。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佛具足圆满的德能啊，也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没有想到自信本来具足。具足什么？具足万法，一样都不缺。啊，万不是数目字，是代表圆满，没有一样不具足，这是自信的，正是大乘经上常说的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一切法都是心变的啊。华严经上佛说的很具体，说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得相，他把万法一切法分三大类，第一类是智慧，第二类是德能，第三类是相好啊。相好完全是从物质上说的啊，德能里面我们今天讲的精神啊，起心动念啊，精神这一方面的是德能，物质这一方面是相好啊。现在科学家也分为三类啊，第一个能量，第二个念头意念，第三个物质，分为这三大类啊。大乘经里面称为阿赖耶的三细相，
科学家讲的能量，阿赖耶的业相，精神念头，阿赖耶的转向，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都分为这个三类。这个三类是自性本具的，不是从外头来的。所以经上佛常说，一切法从心相生，这一句话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了，一切法确确实实是从念头生起来的。佛又说境随心转，境是环境，无论是物质环境是精神环境，都是从念头转的。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是我们自信纯净纯善的念头变现出来的。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社会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灾变，这是我们一切不善的念头、不净的念头所变现出来的。今天世界的动乱，地球上的灾变异常，我们生活在这感到非常痛苦，心情烦躁，定不下来，这是什么原因？是我们自性里面，自性本来是清净，本来是纯净纯善，迷失了自性，自性是真性，从真心里头变出来一个妄心，阿赖耶。阿赖耶是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真永恒不变。阿赖耶有生有灭。极其微细的念头是我们觉察不到的。频率非常高。我们根据弥勒菩萨的谈话，菩萨告诉我们最微细的念头在多高的频率之下产生的。菩萨说一弹指有32亿8000年，32亿乘八千，100个千是10万，32亿个10万，就是320兆。这一弹指，我们现在科学用作时间单位是秒，那一秒钟我们能弹多少次？我以前讲的大概是5次，我们能够感受得到，有人告诉我不止，可以谈7次，我能接受。为什么？我年岁大了，谈不动，一秒钟可以谈个4次5次，年轻的体力壮的身体很强壮的，我相信他可以谈到7次。那7次你看320兆乘7，3×20亿，2100兆，2100兆次一秒钟一秒钟它的波动是2100兆次，我们
毫无觉察。啊，这是什么？就在我们眼前的事实真相。在这个频率之下发生的是幻想，根本就见不到真相，真相就在眼前。啊，近代的科学家，科学在地球上发展大概400年，400年累积的经验，啊，后人踏着前人的业绩向上提攀升，到最近的20年，才突破了第一个关口，物质现象。物质到底是什么？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跟佛经上讲的一模一样。啊，这些科学家对佛经佩服得五体投地。啊，他们想的佛3000年前没有科学的技术概念，他为什么知道？说的比他讲的还详细。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大乘经里头不但有尖端的哲学，它还有尖端的科学。啊，一秒钟2100兆次的频率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到的。啊，一个幻象我们根本没办法觉察。啊，我们看老式的电影，老式的电影是动画的原理组成的。啊，幻灯片，放映机的镜头打开，这一张幻灯片打在荧幕上，啊，再把镜头关起来。换第二张，再一打开是第二张，一秒钟24张，24张就把我们眼睛欺骗了。我们眼睛看到荧幕上，啊，这画面在移动，像是真的一样。那什么，24分之1秒。那我要看真相，真相就是24分之1秒。我只看一张下一张底片，那可以，我们来做实验。我们把镜头打开，一张画面，啊，再关起来，下面的底片全抹黑，没有，全抹黑，只留下这一张。24分之1秒，我们看到没有了？看到了。看到什么？看到一道光一闪，就没有了。这光里面有什么东西没看清楚？啊，只是看到光一闪。光里头有画面，有完整的画面。啊，可是我们完全看不到，它太快了。我们必须在什么状况之下？2分之1秒，啊，也就是一秒钟12张底片，我们能看到，哎，这里的刚才有树，有人，有房屋，嗯，有这个概念，那一闪就过去了，啊，详细看不见，啊，随着眼。能量不大了，啊，现在的科学技术
有能力捕捉1000兆分之1秒，啊，能被他看见、看清楚，他可以照相，啊，把它照出来，我们能看到里面的真相，啊，所以真相就在眼前，我们听不到，我们看不到，我们闻不到，我们接触不到，连第六意识都想不到，就我们的心妄心想不到。那佛告诉我们，到什么时候你能够看到？经上常讲的8地以上啊，所以佛不需要科学仪器啊，不需要用现在科学技术，他直接去看到啊，他用的是什么？用真心，用清净心。真心为什么能看到？真心不动，你是动的，妄心是动的，动得再快，真心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真心里面本具有智慧，有德能，这个观察听闻，这是德能啊，他没有受到障碍，所以再微细频率再高，他也看得清楚，也听得明白，他没有障碍啊，所以他在一念，这一念是2100兆分之1秒，就这么短的这个时间，他能看清楚，他能听明白啊，这事实真相就在眼前，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就是现在，先前一念。啊，大乘经里面教导我们，我们如果能证得，是心，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啊，十地里面证到第8地，我们这个六根的功能，眼耳鼻舌身。就跟佛差不多了，佛所能看到的我能看到，佛所能听到的我能听到，佛所能接触到的我也能知道。8地距离佛很近了，华严经上把菩萨修正的果位定做52个阶级啊，前面51是菩萨，最后一个就成佛了啊，第52位也就成佛了啊。那么8地距离成佛很近，你看8地、9地、10地等觉，这就成佛了啊。菩萨最高的第4个位次。啊，他六根的这个能量完全恢复了，跟佛一样，佛知佛见呐。这话说起来容易，修起来好难呐。啊，怎么修法？放下而已。放下什么？放下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我不知道啊。起心动念就是
2100兆分之1秒的那个生灭，那叫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妄心没有了，阿赖也没有了，完全用真心。啊，真心极其灵光。啊，再微细的，它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不可思议。啊，学佛没有别的，回归自性而已。《楞严经》上所说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你证得圆满的果位，成佛了，妙觉如来。你有没有得到什么？没有，一无所得。你所得到是自性本来具足的啊，没有一样是新的东西，自性本有的。所以佛法最忌讳的是心外求法，心外没有法，你到哪里去？佛法一切向内不向外，所以佛经称为内典，佛学称为内学，向内不向外呀！啊，一切是自己本有的，外面没有一法了，外面全是假的，幻象如梦幻泡影。啊，向内求，一切圆满；向外求，永远得不到。那么自信本具中德，是佛具中德。你证到佛的地位，无量无边，德能呢，通通现前，为世间所尊重。世间是凡夫，六道是世间，十法界还是世间。啊，六道十法界里面的众生对佛尊重啊，所以称之为世尊啊，世间没有比佛更尊贵的。他的心得，他的智慧，他的相好，圆满的显现出来了。虽然如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世间所有一切众生，跟世尊没有两样，只是他觉悟了，他不迷了，现得完全显露。我们在迷失自信，我们是妄心当家作主，不是真心。啊，妄心是生灭心，就是这个生灭的念头。啊，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这是妄心。那这个妄心，把真心所变的相扭曲了。啊，真心所现的相是完整的，
圆满的。妄心所现的相，像水。啊，我们在湖的面前，小湖，风平浪静，水清澈，没有染污，那水就像镜子一样。啊，四周围的风景都照在里面，圆满照在里面，叫照见。啊，真心见的，那什么叫一真法界？妄心怎么？妄心就是有染污，水不干净，有波浪，啊，有风，吹起了波浪，能不能照？能照，照得不清楚了。啊，十法界的众生，心动了，就是他有波浪，他有染污。染污有轻重不同啊，波浪的频率高低不一样，所以分为十法界啊。越往上面去，越洁净清净；越往下面去，大风大浪啊，特别是三途。也可以把阿修罗加进去，人天两道比较好一点。啊，天上很好，有修行，有点定功。啊，虽然有杂念，有波动，啊，不是大风大浪。大风大浪，阿修罗下面魔鬼地狱出生啊，浮躁到极处啊，啊，最可悲的、最难受的是地狱，地狱里都有。无间地狱啊，《地藏经》里面讲得很详细啊，所以经上讲的世尊，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希望我们恢复本来面目，那就叫世尊佛，是世间基尊啊，极为尊重，故称世尊。威者有威可畏，谓之威。啊，这个威，底下讲的威神。啊，威严。众生见到他啊，自自然然产生畏惧中国人所谓畏大人啊，古时候，我这个年龄，还亲身感受，从小就在学规矩。这个规矩大致上就是《弟子规》上所说：啊，小孩见到老人规规矩矩，见到长辈要有礼节，啊，言谈举止。都不能随便像小大人一样啊，管教业呢，从小养成习惯呢，
啊，中外对比，中国小孩像小大人，啊，一举一动都要符合规矩，啊，不像外国的小孩，外国小孩天真烂漫，啊，活泼。啊，这两种不同的教育对比之下，你就晓得了。所以谚语说，外国是儿童的天堂，啊，是老年人的坟墓。那我们中国跟他比呢？少年的时候，严格的教育，小孩一点自由都没有，啊，都要训练，把他严格的训练，所谓是习惯成自然，严加管教，没有自由。啊，不能随便说话，不可以随便行动，有规有矩，有模有样啊！啊，小时候严加管教，啊，中年的时候学成、学术。或者是技能，啊，你能够养家糊口，晚年享福，中国的社会有没有享受？有。什么时候享受？晚年退休了，回家。落叶归根，回家干什么？养老，享受天伦之乐。哦，这外国人非常羡慕。外国人是儿童的天堂，老人的坟墓。啊，老人真可怜的。中国人的享受是放在晚年，啊，像晚年。晚年有福报是真正的福报啊！啊，晚年体力衰了，儿孙满堂，有人照顾，有人伺候，什么都不要操心，啊，古时候大家庭，到退休年龄就回家了，啊，回家教育下一代。啊，工作是辞掉了，他有经验，他有学问，啊，回家跟小孩儿孙们在一起，自自然然就传授给下一代了。啊，小孩接受父辈祖父一辈的，啊，绝大多数是祖父一辈的，啊，接受他们的教诲，他们也算人生的经验，给小孩讲故事，小孩都记住了，啊，对他有很大的受用啊。啊，中国人懂得教育，重视教育。有教育的理念，有教育的方法，啊，有教育的内容。从小教伦理，伦理是什么？人与人的关系，
啊，关系都搞清楚了，这就有尊卑呀。啊，对长辈要尊重啊，对平辈要有爱呀，啊，对晚辈要慈悲呀。都从小时候就养成了，啊，习以为常，啊，熟透了，任何状况之下，不会错了规矩。啊，人有喜怒哀乐，喜怒哀乐发出来都中气，不过分。啊，恰到好处的人情啊，这一些外国地区比不上中国啊，这外国从小没人教啊，200年前。外国的文化从日本传到中国来啊，中国也派了很多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啊，这些小孩功夫还没练成熟啊，在中国做小孩很苦啊，一举一动都要守规矩，到外国完全放松啊，完全没有了，这就是外国好啊，中国小孩的确没有外国小孩那么活泼，那么天真，那么样的放肆啊，决定不许过的啊，这一学外国好了，把中国东西疏忽了，造成今天中国社会的苦难啊，200年前的老祖宗看到现在这个状况，他作何感想？痛哭流涕，承认错了。没有遵从老一辈的教诲。啊，带着这个头。是错误的啊，但是后悔莫及啊，今天的社会前辈的祖宗不愿意看到啊，我们今天算是很有福气，啊，看到了中国前途现的一线曙光。我们看到有贤明的领导人，古人所讲的明君出世，众生有福啊，国运转过来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我们要发愿把它继承下来，
发扬光大。啊，对自己身心健康长寿。啊，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啊，可不可以做到？可以。啊，只要回归传统的教育，就能做到。中国历史上，网上去看，例子太多。你能不信吗？啊，中国古人不会骗人，现在人会骗人，他骗自己，他骗别人，所以他不相信历史，认为历史记载都是骗人的。那存这种心，这没福报。啊，我们要相信中国这五千年来做人的标准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是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啊，每个人都必须要接受的啊，从小就把它养成，就习惯成自然。那伦是讲关系，人跟人的关系要清楚，你才能尽分啊！啊，明伦尽分，尽到自己本分的义务。啊，五常是德。做人基本的德行，仁义礼智信，这叫人。如果违背了无常，那就不算是人。啊，左丘明在他的著作《左传》这里都说得很清楚。人气场在要心，一个人把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丢掉了，不要了，变成什么呢？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啊！那这个人是什么？这人是妖魔鬼怪，不能叫他做人啊！那么，所以古时候的社会。这五个字，贩夫走卒都知道，都知道做人，仁者爱人，啊，凡是人皆须爱，啊，义者循礼，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想符不符合道义。啊，不符合意，不能想，不能说，不能做。啊，智是智慧，理智，不能感情用事。啊，感情用事，你会造罪业。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意志不依感情，
啊，理智，用理智，不能用感情。啊，最后一个信用，人无信，就不能立足于社会。啊，一定要讲信用。啊，做人基本的德行五个字：仁义礼智信。你通通做能到，这是标准的中国人。啊，四维八德，四维是观众说的，是对于国家各个阶层的领导人，从国军到我们先讲村长啊，领导人是社会群众的榜样模范。要做到四个字，领导做四个字：礼、义、廉、耻。啊，礼就是规矩，他带头做。啊，领导人带头做，哪一个干不做？啊，领导人他的职责是君亲事啊，军事领导，你在走在前面带路，你把大家带到哪里去？这个重要啊，这是他的责任啊。啊，你是他的亲，亲是像父母一样。你要照顾他的生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统统要照顾到，尽心尽力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啊，第三个是师，师是老师，你还要教他。啊，被你领导的这些人，你要教他。你的天父的责任就是三桩事情啊，君亲事这是好领导啊，啊，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孝悌忠信仁爱和平，社会整齐了，国家强盛，天下太平了啊，就这几个字，大道至简呢，一点都不麻烦呢。啊，这几个字做到了天下太平啊，地球上会出现盛世，一点都不麻烦啊。最高领导人垂拱而治。啊，那么这都是讲的为什么？圣曼宝库里头说：“外实无为，莫之为为。”啊，表现在外面，有风度。有为仪表啊，人家看到你自然对你产生恭敬心
啊，民间通常接受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古时候学校不同啊，教育家负主要责任啊，国家的只是开阔考试选拔人才啊，主要教育全是家庭，所以家有家学叫私塾。啊，私塾里面教学遵守大自然的规律啊，老师教学生是采取个别传授的啊，一个老师能够应付二三十个人啊，最多一般不超过四十个人，老师才能完全照顾到。超过四十以上，老师照顾不到。啊，必须要开第二个班。家里二老小孩多的话，开两个老师，两个讲堂。啊，他的教学是个别教学，为什么？每个人的秉性不一样啊，尤其是家庭这个学校，学生年龄不相同，有的十几岁，有的七八岁啊，所以要个别教啊，个别教有好处，这小孩有天赋啊，记忆力很强，理解力很强，他的进度就比别人快啊，为什么？这是个人才，好好培养他啊，让他将来参加考试，县考秀才，省考举人啊，国家考试进士啊，所谓公民啊，公民就是现在的学历啊，最高的学历现在是博士学位，古时候是进士。啊，这些考取的多半将来都做官了，从政了。啊，他们有这资格从政。啊，古时候是360行，各个不同的行业。哪个行业令人最羡慕了就做官。啊，都以做官为荣啊，成就自己德行，成就自己的学问啊，将来从政啊，为什么从政？身份地位很高啊，人民要当个县长，父母官了，这一县的人对你是恭敬的，都听你的啊，你要负起君亲师的责任啊，要做个好好的领导啊啊，人为什么羡慕呢？因为他工作量很少，他很轻松，为什么？人民都被他家里教好了，没有犯罪的人，没有作奸犯科的啊，工作量很少，他有的是时间，外面去巡查啊，巡访实际上游山玩水啊，啊，一个月有几件案子就很多了，你这个地方不太平了，怎么有这么多事啊？家家都教好了，人人都好了，所以做官的人事情很少啊，他的时间很多，他
他的心很清净，清净心生智慧，不生烦恼。多余的时间，这些人读书的人写文章，诗词歌赋就这么来的。我们四库全书几部啊，超过一半以上都是这些做官的人闲着没事他搞出来的啊，文学艺术啊，待遇也不错，足够于养家啊，所以各种行业里头这最清高的啊，大家都喜欢。可是有些人天赋达不到这个程度，他不行啊。啊，不行，老师怎么教呢？老师只教他一般应用。啊，与人来往，像写书信、写个契约、日常生活这些文字都教给他。啊，他可以学一个手艺。啊，所以农工商啊，那是职业，他可以学一个职，学一行业技术，可以谋生啊。所以他的教育是独立的，像这些种树一样，一根根树苗种树。现在学校西方的不是的，西方把这个横的横刀切，把树都砍得样样样齐。你看学校一年级一年级程度，二年级二年级程度啊，不像中国古时候，古时候的种树有小树有大树，它不同的品种它有不同的照顾方法啊。从这个地方你来看，中国古人这个教学的理念跟方法跟现在学校不一样，它出人才啊，人才不是个个都能培养的，要有那个条件啊，适合他自己个性的条件，都把他培成有用的人才。行行出状元呐，啊，读书出状元，学工啊，学个木匠，木匠也能达到一流的木匠。啊，水泥工也能达到第一流的水泥工。啊，所以他是你是什么样的本，以这个。天赋来塑造你，都能把你造成有用之才。这是古中国古时候的教育理念跟现在不同啊，现在真的是一刀切，真真切切啊，一般一般往上提升啊，跟中国古人不一样啊，所以中国历代都有圣贤豪杰出现啊，这都是老师有慧眼从学生当中提拔出来啊。哪一种学这个方式好啊，还是古人那个方式好为什么？真出人才，他培养人才，他认识人才啊，他懂得你是什么材料，可以把你塑造成什么样的典型啊。西方的学校虽然整整齐齐，但是天才被埋没，他要跟大家说一样教育啊，所以中国过去教育是输的啊，往上提升。现在外国的学校，他是给你一刀砍平，一年级就是一年级，二年级就是二年级啊，真正天才被收获了。那这是在教学理念方法，中国老方法超过现在
啊，现在人样样相信外国人，中国这么好的教学理念方法被抛弃了，真可惜啊。啊，古时候私塾教学，每个学生进度不一样了，啊，天分好的，我们一般讲上腾根器的，记忆力好，理解力好，啊，一天可以读六七百字，从前算字数算的，啊，六七百字，标准是什么？念十遍就能背诵，以这个标准，啊，最高的标准七百字，啊，念十遍就能背下来，啊，那等级差一点的背不下来，好，五百字，五百字背不下来，三百字。三百字也背不下来，一百字大概差不多了，一百字啊，你看每个人进度不一样啊，啊，个个都能够满足他的能量，他有什么样的能量帮他成就他啊，在这个里头提拔啊，不是一刀切啊，所以古时候那个教师心想他是大学校，为什么各种不同根性的人在一起学，这叫大学啊，程度不是平等的，他有差异啊，老师要善于调教，一个人才都不会漏失掉。啊，《圣曼宝窟》里头说：“啊，外实沃威也，莫之为为；内难测度，称之为神。”后头这两句好。啊，外面是仪表，内里都是精神啊，精神不可思议啊，称之为神啊，为神光呢，光明自营为之光，照无啊为之明，自然是放光，他的智慧，他的德能，在他言谈举止当中就能够显露出来啊，我们一般人讲风采啊，能看出来啊，对于外面境界一切人事物，大乘教里面说诸法实相啊，在佛法教学里面所谓体相用因缘果四理啊，你看一个人，看一桩事情，要能看到八面，这是智慧啊，这叫事实真相，对人对事对物啊，体相体
是本体，相是现象，作用像我们看电视屏幕，屏幕是它的体啊，频道所现的这个相是现象啊，现象里面所表的是它的作用，它在劝善，它在作恶啊，这是作用啊，你能够看到这三方面。再希望下面细细去观察，它有因有缘有果，你就看到因果了啊。再往两面去看，事上看，理上看，你能对一人事物任何一桩事能看八面，这个人叫有慧眼，这个人是个明白人啊，不是圣贤，圣贤人可了不起了啊，贤人能看透这八面，每一面都有八面这个人能看到六十四面，六十四面每一面又有八面，越看越深入，然后我们才知道佛菩萨之可见，佛菩萨看的层面可深了，八面是表面，六十四面是第二层，还有第三第四，其深没有底呀。谁能够彻发底缘呢？如来成佛才能够彻发底缘。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其广没有边际，其深没有底啊！谁能？有人能，阿罗汉能，菩萨能，诸佛如来能，究竟彻底是诸佛如来。所以佛陀教给我们要成佛了，不成佛了不能彻底明了，成佛就明了了啊。怎么成佛？要放下，放下所有的障碍。为什么？所有的这法的根源都是自心变现出来，你本来知道啊，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为什么不知道？你用错了心，你用的妄心不知道，你用真心全知道了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大前提，你就要晓得应当彻底放下。为什么？假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相是虚妄，念头也是虚妄啊。真心理念没有念头，正念无念，它起作用的时候无不念，不起作用的时候不念。佛与法身菩萨啊，
明心见性就无念，起心动念没有了。啊，他的六根起作用是心的，我们六根起作用是阿赖耶，是无明。啊，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没有真正知道诸法实相，不知道相是假的，不知道相是虚妄的，是梦幻泡影。啊，《金刚经》上弟子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弟子目的是叫我们放下，晓得一切法不是真的。什么是真的？心是真的，我们的灵性是真的。啊，灵性不是物质，是精神。但是要晓得，物质是跟着精神念头转的。我们要身体健康，要有好的念头，自然就健康了。为什么？它跟着心转。你看我们心里头欢喜的时候满面春风啊，心里的时候有很难过的事情，愁眉苦脸，它就变了，跟着念头变了啊。佛为什么能健康？佛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所以我们能真正做到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就成佛了啊。那你的身体与金刚不坏身了啊。人道无念很难，做不到啊。八万四千法门都要走无念的法门，大乘经上讲得清楚，而且非常简单。你对于一切法，就是眼见色，耳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不执着了。啊，内不执着你六根，外不执着六尘。啊，六根是眼耳鼻舌身，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执着了，正果了。不执着就正果，正阿罗汉果，清净心现前。啊，再深一层，不但不执着了，分别都没有了。啊，不分别了，你又深一级了。你的阿罗汉升到菩萨了，菩萨不分别，阿罗汉不执着。啊，再向上提升一层，你是法身菩萨，成佛了，就是大彻大悟。什么呢？不但没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放下了，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成佛了。你看多简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最后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叫你放下执着，执着见思烦恼，放下分别，分别是尘沙烦恼，最后放下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这三种烦恼都放下了，成佛了。所以成佛不是说念很多书啊，啊，不是说知道多少，
你所知道的、所做的事都有限。啊，佛是叫你回归自性，回归自性是没有限制的。过去、未来，你没有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整个宇宙是自性变现的，你回归自性，自性变现的一切，你全知道。你要想学生生世世无量劫，你也学不完啊！你懂得诀窍，不要学全知道了。海贤老和尚知道啊，这个人老实，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事出世间法他没有一样不知道啊。他的师父那时候警告他，那时候年轻的二十岁啊，刚出家了啊，师父教他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特别告诉他明白了。明白什么意思？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叫明白了。明白了不可以乱说，不能够指手画脚。他就能守一辈子。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啊，你要问我他什么时候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估计他从光碟上看，估计他应该在40岁左右，他就真的了。老师的话说得好啊，那个时候的环境不一样啊，在这个环境里，老师要知道装作不知道，你平平安安过日子，就不要发啊。他要出现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他就讲经教学说法了。啊，他要出现在六祖那个时代，唐朝盛世，他可以说是祖师了。啊，但是生在现在动乱的时代不可以。为什么？嫉妒障碍，必然的。啊，所以他是我们现代这个乱世学佛最好的榜样。啊，做出这么一个样子来给我们看。阿弥陀佛教他的。他要求往生，他在20几岁就有能力往生极乐世界。啊，人的寿命这么长，我认为他的寿命佛菩萨给他的，不是自己。自己的寿命应该也就是70-80吧。啊，他母亲86岁往生，他师弟海清82岁往生。啊，我想法他应该是70-80岁。那么延长的这么长，完全是表法，是阿弥陀佛的加持。啊，一直要等待那一本《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这本书，他看到了就圆满了。啊，真的，这本书被他看到之后，他要求大家替他着想。一生从来没有要求过人给他着想，只有这些字。照相完了，3天之后走了，
自在往生了，没有病苦啊。往生是晚上走的，啊，白天还干了一天，在菜园工作，啊，浇水、拔草、整地，从早到晚干了一天，晚上走的。啊，为我们表什么法呢？言语所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尽忠职守。啊，一天也要做得规规矩矩，一切如法，不能说我要走了，可以不干了。啊，不是的，你看多么负责尽职。有始有终，表法圆满了，做给我们看的。啊，老和尚为我们表演的，确实就是微光和义。啊，光明有两种作用。啊，一种是破暗，一种是表法。啊，因佛之光明，真是智慧之相。啊，和是明的意思，义是圣的意思。啊，光明合一，表佛所放之光。雄蒙有为，明耀甚大。啊，下面佛用个比喻，以熔金来做比喻。啊，这个我们看见过，黄金。在冶炉里头的融化，放出的光特别好看。早年我在美国有个同学，他经营一个首饰店，啊，首饰是假的，不是真金的，镀金的。啊，做得非常好看，价钱非常便宜，啊，像真的一样，丢了不同心。啊，一副手镯，一副耳环项链，只要10几20块钱，啊，大概是20-30年前在美国，啊，很便宜，啊，戴在身上真的。看不出来啊，他带我参观他的展览室啊，跟我去的有10几20个人，我就告诉大家，你们来看，经常常常讲一金作气，气气皆金，现在你看我们进入他的展览室，你都看到了啊，他的样品大概有20000多种，都不一样，全是黄金，美不胜收啊，从花样看它有20000多种，从质量上看这个种金啊，是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啊，它只有一样东西，黄金。啊，那个时候他生意很好，销到全世界，价廉物美，
啊，丢了一点都不心痛。啊，所以呢，黄金在这个野炉里头，它是镀金。真好看啊！所以金色光耀，容金弥深啊！你看到之后，你才知道非常好看。比喻佛的光明，像容金聚集，故曰如容金聚。啊，底下一句。又如明镜，银常表里。啊，银是光影，银者光影也，常者通达，没有障碍啊。啊，海东景心寺云，海东是现在的韩国。啊，这都是唐朝时候，韩国、日本。越南到中国来留学的人很多啊，有不少人学成之后回去都是一代祖师啊。他说净光外照名为银表，即通佛身，光明外入。那来比喻佛的身体，佛的外表，显示出智慧光明。而且非常明显，让人人都能感觉到。啊，外照之光，显影，常在境内，一同所放光，环绕为影，故云。表里，表是外表，里是内里。啊，内里面充满了德行智慧，外面就放光啊。啊，这通常称为仪表。佛身如是，用这个来形容佛身。啊，光明外照，所放之表，从佛的容貌、身体的动作。语言你能感触到他的智慧，他的德行啊，这就是光明外照所放之表。显耀佛身啊，这叫隐表里表。我们今天讲物质的身体，里里面精神的内在啊，或者我们讲身心，外表是身，理是心。
岸上呢两种说法，佛身内外应者吧。欲如明镜之镜啊，这个镜子光明干净啊，镜是没有染污，明是充满了智慧。世尊当年在世，一切时一切处让人见到的都能够感到他的清净光明，就是我们经体上的五个字：清净、平等、处。这五个字非常重要，这五个字是形容我们的真心啊。清净是离染污，平等是离波动啊，波动就平等了。所以清净是解的，持戒所感的，平等是定，是三昧啊。后面这个慧就是放光智慧，戒定慧三学啊。大乘佛法终极的目的目标就这五个字，无论用什么方法，方法是手段，这个手段是让我们得到清净平等觉。那么你就是真学佛，你在佛法成就了。如果学一辈子心不清净，没学到，心不平等没学到，不开智慧还生烦恼，这是凡夫啊！啊，天天诵经拜佛没用啊！啊，山野里面所谓是高人，他们每天拜佛诵经绕佛。那什么感恩，干什么恩？他得到清净平等觉了，他回归到自信，这感恩呢、啊？表法给别人看了、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学佛学什么？清净平等觉。对了，啊，我们的心一年比一年清净，这功夫就不错了。一月比一月清净，肯定你决定往生净土。月月都有进步啊！啊，真正得清净心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凡圣同居土，四土三倍九品呐！啊，平等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功夫深的，他觉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功夫浅的，他在
方便图里面上辈往生，啊，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那就大彻大悟，生死报庄严图啊。十报庄严图就是成佛啊，不过他还带着有无明习气啊，无明习气执障碍回归常寂光，就障碍这桩事情。除一桩这桩事情之外，他的智慧神通道力跟诸佛没有两样。那我们把这些搞清楚搞明白，才真正知道经宗法门的宝贵啊。方法非常简单，真正难行，遇到之后真正能够依教修行，没有一个不成就，而且是圆满的成就啊！像海贤老和尚圆满的成就啊，他有二十几岁往生，生凡圣同居土；三十几岁往生，他生方便有余土；四十多岁往生，他生十报庄严土，一点都不假了。做出榜样的给我们看了，他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啊，连住在别人寺庙，早晚上殿，他上殿那些仪规都不会，没学过啊。啊，上殿怎么样？他念阿弥陀佛。啊，你们拜他跟着你拜，你们念念经，他念阿弥陀佛，一生就是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他什么也不知道，就这一句佛号，把清净心念出来了，平等心念出来了，觉念出来了，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理一心不乱。啊，妨不妨碍是什么事都不妨碍，生活佛号没间断，穿衣吃饭佛号不间断，啊，工作他是农耕，农耕是从小学的，啊，从小就生长在农田里头，农耕的经验非常丰富啊，农耕的知识啊，得三宝的加持，我相信他的农产品一定比别人好。啊，得三宝加持啊，他告诉别人呢，工作农耕不爱念佛，佛号没间断的啊，白天佛号不间断，晚上睡觉佛号也不间断啊，他说有时候睡着了，哎，就会有人在他耳边告诉他，快起来，
快下来念佛了，他有感应啊，真的佛菩萨照顾他，做好榜样给我们看了。他见佛多少次？我看他这条的地应该超过十次以上为我们证明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48愿度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让我们对经中升起坚定的信心坚固的愿心，决定走这条路，决定走得通他给我们提出了保证这部经书《大乘无量寿经》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我们能够依教奉行经可以念，依教奉行就是心愿念佛就行了这个念佛要练，不能把它丢掉在日常生活当中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心里就一句佛号干什么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为什么？我们的目标是要清净平等觉，放在心上就是染污，不善的负面的是染污，善的正面的还是染污正面的果报是三善道，负面的果报是三恶道，三恶道染污，三善道也是染污，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断恶修善都不要着相那就是我们用的是清净心来修，用平等心来修，不着相世间名闻利养七情五欲统统要放下，这些东西你不放下障碍你往生让你这一生的功夫全功尽弃，那就错了不可以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生无量智慧阿弥陀佛是我们的真心，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自信，像闲公老和尚说，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他的根是阿弥陀佛，我们每个人的根通通是阿弥陀佛，根不能一时一刻离开把这个根照顾好不念佛那就是念其他的，念其他的都是空过，都是造业总不外乎善念、恶念、无记念。无记是无所谓善恶。我们再往下看。
岸上念书啊，上面这两种讲法，佛身内外应者，欲如明镜之镜，由镜放光外照，这叫银表啊，银就是照的意思啊，照的这个表面啊，所放光明呢还照镜内，这就是银里，内外通照啊，这是自信的光明啊，自信智慧对内对外通通照见，汉仪无仪佛光数百千色，有这句经文啊，数千百变，光身大明，上下明澈，微微重明，界限隐藏表里之意啊，我们简单的把它归纳，智慧德能就全包括了，智慧德能充满了内心，从六根门头放光照悟啊，我们今天讲耳目聪明啊，看得比别人清楚，听得比别人透彻，这是智慧的光啊，是自信里头本有的，不是外来的啊，修什么这个要知道，修就是放下啊，为什么要放下，因为本来无一物，啊，这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甚至于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法。到最后，一切经教都要舍。为什么？这是佛的方便法，不是真的。一切经论无非是黄叶之题而已啊，黄叶之题是什么？小孩子哭在闹啊，大人在外面捏一片黄叶，树上落下来的啊，掉在这个土地上，大人拿这个黄叶，别哭别哭，来，这是好东西，你拿去换糖吃。小孩他就不哭了，目的就达到了啊，逗小孩的。这三藏十二部经教作用在此地，你要认识啊，逗小孩真管用啊。啊，你觉悟之后它就没用处了，觉悟之后再要这个那就累赘了，不远悟了，你就错了啊。所以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非法是一切世间法，法是佛所说的一切法，统统要舍，自性清净心里头本来无一物，
你怎么可以有义务在里头？到最后连阿弥陀佛都要放下啊，都要舍掉，可以念，心里头痕迹都不着，那叫真念佛。那念干什么？劝人念的，那是大慈大悲，他自己知道本来无有啊。这一句佛号是一切诸佛如来究竟方便圆满的方便啊，方便到极处了，你得到这个方便了，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到极乐世界还念这句佛号，那是什么？那是完全明白了，一点都不迷惑啊。念这句佛号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报方恩，我这一句佛号让我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升到极乐世界啊，我念念不忘，表这个意思。第二个是对众生的表法啊，这个法门一切众生男女老少贤愚不孝，只要你肯学，你这一生就能成就，是教化众生，自心化他了，不离这一句啊，要明白这个意思啊。佛说八万四千法门，你要不懂佛法就害了你，佛不害你是你自己上当的啊。八万四千法门是断八万四千不同的烦恼，对症下药，药到病除，是这么个意思。一定要懂啊！佛法早年头张家大师教我，就是看破放下，这就是真正佛法啊！看破是明了真相，叫看破，放下丝毫不沾染。啊，决定不要把它放在心上，放在心上错了啊，放在心上你没有放下，没有放下不是我属于我执，就是属于法执啊。执着佛法不放下叫法执，执着世间法不放下叫我执，这两种执着是最大的障碍。啊，下面这一段，从数千百遍光身大明上下明彻，微微重明，皆显隐藏表里之意啊，都是显这个意思。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